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工厂风水经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各位企业家，各位在咧奋斗打拼事业的十方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自古以来，事业流传伫世间上久的的事业有两种，第一种世间的事业，世间的事业咧，那像咱中国的民族开拓，到即卖五千年，这个事业，但这事业啊，虽然五千年啊，这中间经过。经营这个中国这民族的人啊，皇帝、国王啊，等等呢，的时间拢是有限，所以这事业拢继续在变化，未安定。有的国家无偌久就灭去了，世界上真侪国家真紧就灭去，国也真清楚。所以世间的事业啊。叫做有为法，有为法。那么另外一种上永远、上永久的事业诶，就是如来大事业。如来大事业，如来大事业诶，这是永远的生命。世间的事业是有限的年啊，有限的年龄呀，世间的事业。啊，如来大事业，这是永远的。各位当算看卖，多一个，多一个人的事业诶，有个两百年、一百年，真少。但是事业经营上久的，咱的佛教、佛道的事业啊，经营上久。加达2700多年啊，好，所以咱伫世间呐，经营这事业啊，有为法的事业，有限的年龄，好啊，如来大事业，这是永远的，因为如来大事业咧，是咱内在心灵世界的事业。而且呢，如来大事业是每个人心灵世界的事业，安详的境界的事业。所以，咱呐，今日来讲解这个事业八正道啊，事业八正道咧，咱要来讲解正定地别，正定是事业永兴的妙法，正定，正定啊，正定。正定是事业永兴不败的道，事业永远兴旺不败的路。自顶一章以前开始所讲的八正道的妙法，也讲到真济真详细。咱事业永兴的之道咧，佛道咧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啊，伫世间嘛，甲咱开始非常的济。但是有的人捌甲问个老师啊，佛祖所开示的是修行的了，
不是这个咱事业的了，我你错去啊！佛祖开示的妙法，就是修行。修行就是得修正，咱的如何会当事业永远徛一不败，永远会当让咱这事业是成功。那么佛祖甲咱开始的，开始咱对心灵世界、心灵的境界了吼，去开发。咱心灵境界若开发出来时啊，依照佛祖嘞、佛陀嘞，甲咱开始的八条正确的路去做以后嘞。个人的事业都是如来大事业咯，可惜咧，咱人啊，加分做修行诶、出家诶、坐禅诶、求道诶，甲事业、甲世间的有为法者物件咧，结缘诶物件咧，拢甲相破甲袂分开去，所以叫造成咧有宗教甲这个事业咧，一般事业诶纷争，有诶人咧。啊！我都出家咧，伊就是笑遮做事业的人是戆啊，万行拢无在。但是，一旦伊他伊需要食饭的时啊，出家需要食饭的时啊，伊就需要哎呦托钵，需要钱来起庙，佛祖金身就需要迄、那个，我要买一台车，就爱众生辛辛苦苦打拼遮钱啊，来甲恁何做供养，用一较好的名咧，好恁来甲供养，咱无够资格互供养。有够资格，干了佛有资格弘供养尔，所以我看真侪人，老师啊，你供养阿弥陀佛咯，嘿，你供养佛，我无法咧，无迄个德，无迄个福，互你供养。但是啊，真正侪啦，真爱弘供养，哈哈，感觉是真好笑。佛，咱这个供养，那么真真正正修行个咧。要接受人供养呢，德、福、精进种种的妙法啦，爱护众生。那无呢，咱接受众生的基本讲供养呢，无够资格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啦，甲咱开始讲，咱甲咱讲是讲修行不正道，但是呢，修行不正道呢，在用在事业、日常生活、人甲人中间呢。咱往爱依照八正道，第一条就是正见，第二正思，第三正悟，第五正业，哈、哦，第过来就正念，哈、哦，正明，哈、哦，正精进，正定。咱今日咧，就要来讲这正定这个法门，最后的法门，哈、哦。所以事业永恒不败咧。一道啊，就是正定八正道，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咧，我本人哈，因为从佛咧所开始的八正道咧，哈，我最简单咧，加只浓缩起来，哈，这八只金刚啊，八只就是智慧，金刚就不败的自性，自性就是咱的良心，金刚就是良心，啊，这是智慧。啊、哦，八正道就八条路，上咧，大家若是讲时时诶，咱会当念这八条八正道咧，做你诶人生诶座右铭诶，相信各位诶事业一定未失败，而且都是如来大事业啊。那么现在咧。我就来先念这个，哈，八正道啦，哈，八只金刚八正道嘞，哈，好，各位来做一个参考，哈，八只金刚八正道啦，哈，佛法八万四千门，哈，正道八门是为真，佛道真传八妙法，普度众生定极乐也。正见第一空界因，哈，地因而来世间行，色界万缘感温情，空界果实啊报恩心。正思第二空界因，哈啊善巧世间俗缘生，
世界众生异兽缘啊，空界果报即善缘，正悟第三空界因，妙悟哦，妙悟如珠啊，由心生，世界万缘受考验，空界善果心光明。好，咱来先讲到这哈。首先，佛法八万四千门，佛法有八万四千的法门，好，有八万四千种，唔是干那一个尔。咱伫世间的生存啊，好，世间生存有八万四千条，四千条的法令就对，唔是干那一个尔，唔是哦，我靠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会活的，嘛爱做。爱食饭，爱洗身躯，身躯才袂臭，吼、哦！爱念佛嘞，无唔对。但是你爱转会，该转会，无转会嘞，你就念阿弥陀佛。人家咧问一句话，阿弥陀佛，两句阿弥陀佛，这错误去啊！因为咱生嘴就要讲话，好、哦，所以八万四千门呢，唔是执伫单一项，好、哦。正道八门是唯心，正道八正道八条正确个路。现在世间的法门是足多的，在当时佛陀伫世间的时啊，传八条正确的路尔，八正道咧。最安那传的，其他我当时也无在，无注释，我也唔知啊。好，但是根据记载咧，甲用土烧咧，当时啊，佛陀所传是八正道。而且我甲你印证起来，以八正道来做修行啊，我感觉心足安呢。心足清凉诶，吼、哦！阿、啊、无形中咧，对内在会欢喜心诶，拢会出来。八正道，吼、哦！所以正道八八门啦、八条啦，是为真。干啦，八条这个八正道是真诶尔，要其他毋是真真正正诶正法。吼、哦！干啦，佛陀真传八八妙法，佛陀啊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开悟以后咧。真传是八条一妙法，八门八一妙法，哈啊！普度众生定觉了啦，会当将咱所有一切发生伫咱身躯边诶，无论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这八条，这个八方啊，咱拢会当超度过，普度跳过，跳过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这八条窟啦。八窟啦，过，咱会当定极极乐，极乐就是超我的境界，心安的境界，或者极乐，咱无烦恼的境界。好、哦，以上咱都讲七条拢讲过啊，咱今仔日要讲八条。咱若是这七条嘞，以上七条嘞，咱若无照咧做咧，那心会安，我都唔相信；事业若会成功，我都唔相信，因为违背着不正道嘞。这妙法的事啊，就已经违背着天理啊！好、哦，那么咱现在来看第一条，哈、哦，正见第一，哈、哦，空界因，地因而来世间行，世界万年感恩情，空界果实报恩心，正见第一，咱每一件代志爱眼爱先看正见。哈、哦，正见呢？哈、哦，第空界，因空界就是咱的思想，空界就是咱的思想。咱要不是在世间以前，要不是世间以前呢？咱伫天上的世界，咱累积伫咱的内在的智慧内底，咱的思想内底，咱的因内底，空界，就是摸未着、看未着，但是想会着的空界因就开始。比如我今天要看咱对面山，现在山遮水，咱今讲到北京都，讲到北京都来啊，吼、哦，遐尼多嘞，今日天气遮尼晴朗，对面的山势，云山，咱99%对面遮尼水的风景啊，各位咱会当看对面的风景，好、哦，所以咱啊了解对面的，迄是遮个空界，遮个空界。无，咱人以前还未来世间以前啊，咱是思想的世界，思想的境界，伫天界，
一时啊，咱就有这瘾咯，要来创啥？咱今会做代志，会食饭，嘛是想哦，我不到枵啊，饭爱安尼食，爱去倒去食，咱就有想，咱才会去，你倒去食饭。好，咱来想哦，我要来创啥？好，你就因为要创啥，就爱会想，就是空界。那么，咱伫世间所做一切代志，都是拢过去累积的，过去累积落来的。咱一个人要做一件代志，袂讲平白的，平白会去做。啊，一个人会做歹代志，嘛是平白会去做代做歹代志，因为是过去所累积落来。空界因啊，正见第一正确的见解。正确的见解，就是对咱思想出来因缘果。比如讲，今我要来修行，是啥原因呢？因为心未安，所以我要来修行。好，我为何要出家来修行？因为个世事无常，我要来累积我的大智慧，开发我的智慧，有一天啊，要来帮助众生。那么今日，我想要来讲。这个风水，工厂风水，甲八正道有啥关系咧？因为人的思想，哈，甲社会乱，哈，落心未安，经营事业的，那已经拢是有偏见。所以我是看到社会遮个工厂来经营事业，所以有所偏的是啊，有所不安呐，正确的见解。所以我计划开始要讲这个。工厂风水，要讲这个叫做风水，这个工厂甲工厂的关系，然后咧再讲八正道。那么，所以第一空界，哈、啊，空界因开始正见第一空界因啊，第一之来世间行，因为是咱爱知影因，咱有因，人有因何难？咱每一工咧，伫社会所食的，吼，人就是拢互咱啊，互咱食，吼，互咱食，互咱穿，互咱过路，即种因嘛，咱来知因而来世间行啊，就是过去是生生世世人互咱的因，人甲咱帮忙的，所以咱爱感谢，咱爱过世间去行一撮，吼，世界万缘感恩情啊，世界就咱目睭所看到的。那像对面现在山景风景，这嘛是世界咱看会到的，经过咱目睭所看的呢，哈，这都那都万年，无论世间的喜乐，无论世间的喜乐，也是一支山、一支草、一个云、一个水、一个溪，种种的世界万年呐，那感恩情。咱人甲人中间，人互咱个恩惠，互咱恩个，咱要有一个感恩个情。空界果是报恩心啊！咱伫世间好好做人，每一件代志看代志爱真正正确，看代志爱真正客观。吼、哦，看代志客观了以后咧，咱个空界果是报恩心啊！咱都回到等于咱个空界，咱个思想得着心安。迄就是果，因缘果。咱伫世间拢有三种：因缘果、因缘果、因。因为我要感恩着人、社会，哈，感恩人对咱的提拔、帮忙咱，所以我要用这个报心来回报人。所以爱有正确见解。那么正见呢？我究竟以如何来回馈整个社会？究竟如何回馈众生呢？好，这就是爱正确的见解的啊！我一人讲这，我来讲这，讲风水，讲易经，我来讲这，这就是正见。好，我就是感恩的心啊！世界咧，咱爱修这个缘呐、啊，咱爱感恩的缘。好，知因感恩，然后咧报因就对。
咱呐将所看到、所体验的，经过咱的脑意识内底经历以后，再个回馈回来，帮助众生。等于咱下个读册共款就对。吼、哦，过去读书了哦，我看到这工课咧吼，都是爱安尼做、安尼做、安尼做、安尼呢。所以我要过来读书，要来搞充实。吼、哦，要过来充实的是啊，那么充实以后咧，在我的思想内底智慧就出来，叫做空见。八节智慧啊，叫做空见。所以空界的果实啊，报不因的心。过来第二的正数第二，哈、哦、空界因，哈、哦、善巧世间属缘生，世界众生啦、啊，依受缘啦，空界果报啦，哈得善缘，哈。哦就是讲，世界，咱的正见以后咧，第二个正思，咱所看到咧，咱的思想，我发明物件，我正确的想法，处处爱徛伫各方的立场，爱徛慢别人的立场，我假如生产事业，我爱徛伫这个叫做消费者的立场，好，伊立场伊的心态来想，我做的是有利益，经过社会无？利益所有消费者无，这就是空界的因，咱爱先想看嘛啦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讲善巧世间呐、啊，俗人生啊，我将我的善巧的啥啥善巧咧，将我的技术，将我的作品，我的物件，吼、哦，我所开悟、所觉悟、所体会到、所制作的物件咧，来互做人甲人结缘的桥梁。续缘呐、啊，好、哦、做人甲人的续缘，继续的缘分。比如讲，今我发明这个圆珠笔，要互你用。啊，咱在座一蔡地主啊，伊就对一个台湾省，伊做梅啊，梅干呐，伫日本足有名的。伊就伊做梅啊咧，来互消费者食了第一安全，食了会可口，佫会甘，食了会欢喜，心不健康，这就继续缘分的交流嘛。好、哦，续缘生，好、哦，那么世界众生爱修缘呐，世界众生啊，以修缘，咱爱修缘分，爱修缘，摸着了，哎呦，我今卖你就算了，后摆就免卖你啊，我赚一摊多啊，这唔对，思想都唔对去啊，咱做的事业应该爱盈盈万万，那都是用就咱的产品甲消费者要共同啊来结一个缘分够深的。就是、做桥梁嘛，那么你爱食梅啊，哈，啊我要创啥给你？我只有做梅啊来给你，啊送梅啊给你食，继续就是做桥梁是缘嘛，爱秀缘，莫随便去断缘掉，爱注意鸟气要安尼修补，爱谢意，好，咱爱秀缘呐，高空界高步即善缘呐，白即善缘，咱那善缘互相结即个善缘以后咧。咱回转去咱思想，咱的思想的空间，也是咱转去世间以后，离开世间转去天界，转去天上的净土，转去一时啊，咱转去天顶的圣孝，哎呦，我这生做啥做啥做啥拢，哎，对，我心会安，心会安，哎，我无归你，你偏偏在世间啊，我在世间，当时我归你，嗨啊，消未煞，后生一定过来，我爱个行。所以，咱咧结未来生的缘，阿比如我咱就，我即摆做地主做梅啊，吼、哦、销日本，啊日本人来台湾拢爱买伊梅啊，伊梅啊有实，无按乌人下汤单，也无创啥，拢实实在在正阿办咧做，生意好，即着结未来生的缘呐。所以，咱任何一个事业，未来生的缘分足重要诶，吼、哦，即着佛教咧开始啊，吼结。空界果报，咱的转个心灵上会安详啊，吼、哦，咱就缘，够下结果啊，久就对。第三，吼、哦，正悟，吼、哦，第三空界因，吼、哦，啊、妙悟如珠有心生，世界万年受考验，空界善果心光明啊，咱一支嘴。除了吃饭以外，也是讲哦，我一个嘴用吃真
每样感觉每感真好，以外呢，哈，那么呢，为啥讲话？咱一支嘴讲话，要予人充满着欢喜心，充满着生命，充满着活力。咱一支嘴毋是要挑拨离间，毋是要骂人诶，毋是要讲人是非诶，毋要讲予人安颠颠倒倒、冤冤冤冤结结诶，毋是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政府第三空间因啊。咱个第三个想了以后，要如何表达咱个话？咱爱经过头脑起来，或者空间。经过头脑以后咧，吼、哦，就来想以后空间，妙语如珠啊，有心声。咱才讲一挂真巧妙个话，吼、哦，真正予人我都接受个，予人有充满着生命个，予人咧会当听到咱话以后咧，改过向善。予人听到咱话以后咧，会当充满活力，吼、哦！会予人听到咱话以后咧，伊错误个代志会当改掉去，妙语如珠啊，有心声啊！世界万年修口口业，咱伫世间呐，世界就世间，所有一切朋友伫遐嘛好，上上下下亲戚朋友啊，咱咧修口业，话毋通胡乱讲，话但最袂使胡乱讲。你话人胡乱讲，到尾你袂收山，凊彩两句好好嘞嘞，结果嘞后壁烦恼是你家己。吼、哦，所以世界万年修口业，空界成果心光明啊！咱一个人话啦，莫胡乱讲，莫共挑拨离间。系啊，人离婚呀，一个人离婚去啊，系啊，讲个跳头马去啊。你困你都袂困，吼、哦，你困都无咋困，暗时啊，干那困，你怨叹一世人。后世人，也是咱死了后咧，伫灵魂的世界啦，咱甲咱怨叹咧，怨叹袂了。你甲哎，我当时要讲这句话，哪卖讲唔知偌好咧。所以咱讲话爱对心所想，唔是头壳所想出来哦。这个爱对，所以。政府第三空界因啊，妙语如珠有心声，哈、啊，世界万年修口业啊，是空界成果心光明啊。咱话啦，哪卖胡人讲啊，咱心会足光明诶，咱绝对无烦恼诶。哈、啊，过来第四正业，第四空界因啊，世界法祖啊，哈、啊，法尊啊，义善用啊。世界万物本调和啊，空界正果心无愧啊，无愧无忏悔就对啦。正业第四空界因，哈，色心法尊啊，哈，或者是义善用，世界万物啊本调和，哈，空界果正果心无愧啊，正业事业。正确的事业，咱的世间拢爱做着正确的事业，哈，无论山川大地，伊拢嘛是伫依持伊的正业。你莫看一支树啊，伊嘛依持伊的正业，种着雕荷；一丛草啊，伊嘛伫起氧化作用，二氧化碳的氧化作用，伊嘛有功德。哈，一粒石头，伊伫动一个开门，卖叫崩的，伊嘛有功德。哈，啊，那么一支树啊，半壁吸嘞，雨伞未出嘞，伊嘛有功德。正业空，正业第四空界因，莫看一丛树啊，伊未讲话，伊个伊嘛有心灵，伊个心灵是安那对直接拔下条，伊树只有法度成长，安那拔下条则袂捡着土漏掉去，伊嘛有思想嘞，即嘛你一个空界的一个因嘞。哦，世界发展啊，义善用，老爸老母给咱身体，咱爱好好啊珍惜。老爸老母给咱身体，咱爱好好珍惜。哈啊，空界世界万物啊，本调和，世间所有的万物啊，本来都是调和，无食较够，无食较用。哈，若是讲你人讲哦，我上够，错去啊。你讲我真牛，要行要到对面山去，你无车，你感觉你袂到。你往行，
有当时啊，来坎坎要过，你爱有飞机好哦，你过；啊是只船哦，你过。所以万物拢是调和，唔好讲家己控股，讲家己我上牛。那讲我家己上牛人上可怜，安尼唔是安尼哦，是安尼上可怜，因为伊无智慧，才讲我哩上牛。好，有人讲哦，我善事做上济，我想咧做善事。我跟你讲，你善事无做做哪济，大家都做善事。咱经过路，我台中来到这，经过偌济人的路，所以大家拢咧布施，都做做做善事，所以咱做是应该，应该来做的。好，所以正业啊，咱为着来报恩啊，社会整个宇宙，社会给咱维持生命，给咱的方便，会当过，会当做人过，种种的，所以咱爱来尽着调和啊，空界正果心无愧啊。那么咱伫世间。正确的事业做以后咧，咱呢，等于呢，咱等于经过，得着经过，咱心无化碍，咱无忏悔，心无愧。咱世间呐，代志做啊，心安的是咱等于一定欢欢喜等于。足侪人啊，世间代志做啊，就圆满的是，要来等咯，再见咯。嘿，吹球倒倒的，头毛谢谢，无我弟弟今天再见了，坐凉爽，但是再见你啊。一生做代志，拢无老，无老衰尾啊。做代志的，拢真正感觉按部就班，闷着良心在做，好，所以空界正果心无愧啊！咱世间该做的工课，咱有身体该做，咱就来做，咱绝对不会惭愧。好，过来第五哈，证明第五空界因，好，了知真言自善行，世界万年呐、啊。以地足啊，空界自果无化碍。好，这证明第五啦，空界因。咱过来每一样代志拢是伫思想，好，拢是伫思想。好，那每一件代志诶，拢爱一定对空，对这个外面头脑呢，好，所产生头脑诶思想而来。要做一件代志，那都必定有思想才会做的。那无思想未做代志，但是无思想了，伊要累积的空界因，那是树啊同款。好，伊草啊同款，伊会向咱发，安尼发，安尼才袂去互水呛着，安尼爱食着这个日头，迄就是空界因啊，空界因。哈，证明第五空界因啊，了知真真言呐，哈，诸善行，咱啊知影，咱来世间呢，哈，就是啊知影过去，哈，知影过去所结的缘的善行，哈，咱来证明，哈，了解家己，了解家己，哈。了知真言诸善行啊，世界诸万年呐、啊，以地足啦。咱伫世间咧，在世间短短几年啊，咱上幸福、上快乐的人就是地足。上低、上会地足的人，一定上长寿命。你甲再看嘛啦咧？好，咱地足，我偌济福，我就做偌济，得偌济。我偌济能力做偌济。好，咱能力无够。卖面讲，好，这都叫咱爱，爱知足，好知足，哈，空界自古无化解啊。咱若一些知足的人啊，咱走了以后，心达至无化解，达至心无化解。好，有个人，你知道一句话啊，我死了没有化解，死了无化解啊，就是在心啊，所有一切的心安啊。心安呢，该做的做，该尽的尽，做人该做的做，咱也无欺骗啦，也无诽谤啦，也无骗啦，无创啥，无倒人无不一念堂的事啊，咱心达最会安，会安呢，咱死了后呢，咱达最袂化解，无化解啊。好，过来第六，正念第六空界因，哈。我这写一个吼，这个写唔对，该吼，迄写唔对，迄好就正念第六空界因，夫妻善缘来修道，好世界共修自真慈悲啊，空界正果全家福，
全家的福。正念就是咱的念头，念头正念就是咱翁仔某之间互相的相处，吼，夫妻之间的相处。啊，咱翁仔某来世间本来就在修道，唔是咧结冤仇。有的人啊，你讲好，我这做事业，拢某甲拖累，千错万错。啊，我做事业，翁甲拖累，千错万错。迄是无开悟，才会讲哦，某甲拖到我事业未成功。迄个无开悟咧，无耻无地位，才会讲啊，翁婿拖到我事业。佛甲咱讲啊，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，有错的是咱家己。有错的是咱家己，咱要对家己来检讨家己，唔通一直要检讨别人。啊，了解第六嘞，正念嘞，咱念头嘞吼，咱的夫妻善缘都是在修道的，夫妻善缘是修道。啥子道嘞？就是当咱思想有困难的时，脱掉嘞。啊，甲咱小鼓励，啊是小提醒，相亲是翁仔某尔，小提醒，哎、欸，你都唔对哦，你爱来才对哦，小提醒，即使伊无收到咧，无开悟咧，甲讲，嘛互相咧，拢有参考的价值，因为翁仔某是一条心，共穿共领裤，共穿共领裤，就是甲一个心，一个心所表达出来，一定是一致的。有的是角度无相像尔，有的对东边一边，有的对西边一边。吼、哦，所以翁仔某来就要相度。世界共修真慈悲啊，咱伫世间咧修行啊，翁仔某啊共同修行，才是真真正正慈悲。有的人就讲哇，我着家己修家己啊，某不管咧修安尼呢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唔是真正的慈悲咯，唔是真正的慈悲咯。吼、哦，所以翁仔某伫世间呐、啊。反正伫世界都世间都对啦，共修是真真正正的慈悲，咱唔通个秘秘气气。咱若阿某咧无了解佛法，咱有机会尽量讲佛法咧，互家己另外翁也好，某嘛好，互相了解佛法是啥意思。佛法是叫咱心安咧，佛法叫咱事业成功咧，佛法是叫咱以后安做事业才永远。哈，唔是讲哦爱改爱济，错误去啊。哦，佛法的正统精神呢，叫咱对家己改善家己开始。好，啊，空间的正果专家学啊，咱若是啊，咱来世间，翁仔某会当共同修持听闻佛法，依照佛所开示的去做呢。咱死了后，翁仔某死了后以后呢，离开世间以后呢，咱伫世间呢，会痛苦也是种种欢喜，拢一个了脱以后呢，咱等于。天上世界啊，咱的天上的世界啊，咱全家圆满，福分就是圆满，全家福就是圆满。包括咱要带的世间的囡啊、孙啊，嘛已经圆满就对。好，因为咱无对落地狱，咱已经对净土转去啊，对家的天上世界去啊，无落地狱，所以圆满啊。咱过来讲第七哈。正确，精进是第七，空界因缘是孝道，色界缘觉道究竟，空界当顶极乐国。哈，就是讲正确的精进是第七的，哈，正确精进是第七，哈，空界因缘是孝道。咱呢，第一就是叫做正见，第二呢正思，哈，第三呢就是叫做正悟，第四正业，第五正明，第六正确的念头，就是真真正正的慈悲念头，哈，正念。这念以后呢，就是正精进，第七的就正确的精进，哈，精进呢就是空界因缘是好多，咱为何会来世间？过去出世的世间，咱就为知因，知影咱父母因，所以咱过来世间出世，哈，过来投胎出世咧，咱就是要回报父母的因，甲咱养育之因，甲咱教导之因，哈，咱是要来空界，是要来尽孝道，空界因，因就是经过，
因咱的思想啊，甲缘就是经过，是要来进一个孝道这条路报答世界缘家道救神呐。咱伫世间呐，咱缘着各种因缘呐，咱啊觉悟，觉悟这因缘呐，咱要超度咱的祖先救贤七祖，要超度咱祖先，将咱伫世间所体验到的、所体验到的，讲予咱祖先啊知。讲予咱世大人知，讲予咱祖先呢，生生世世九代人的祖先呢，会当得到这个法益。吼、哦，有个人咱人做善事，吼、哦、去做布施的意思呢，其中一件最重要。我比如讲，我今日去救这一个人，还是布施人其他祈庙，正统的其他祈庙呢，你做这件工作，一点真重要诶，就甲咱的祖先，甲伊讲爱谢。喜下欢喜去下去，有诶过去诶，咱祖先啊咧，有诶较欠长咧多，一毛不拔，一撮伊都未堪伊讲来施舍，未堪伊施舍咧，啊施了后咧，家己会感觉，哎呦，我都世间都要施舍，结果我一项都做无着，伊嘛毋知，那么咱家己说咱做施舍咧，啊祖先就不用看，哦，我原来就是。欠一个施舍，所以我心未安。那么我的囝孙仔做一个施舍，予我看，我会忏悔，会忏悔啊！我过去无施舍，我爱来做施舍。哦，所以祖先啊，看到咱安尼做施舍、做布施啊，咱伊的心会安，而且会觉悟到、觉到，伊就马上放下过去贪的念头，开始伊的施舍。好、哦，伊会忏悔。忏悔施舍就出嚟啊！人若忏悔心，施舍就过啊！吼，所以人上惊无忏悔心，所以世界缘觉大救贤啊！咱伫世间呐，所有经过一切缘呐，咱都要做，就要度咱的祖先救贤去做。好，所以咱若是有孝者，咱多施舍。施舍有布施，布施有真侪种布施，第一财施。咱就看艰苦人，咱就救济；，啊是人庙在要起庙咧，正统起庙咧，要度众生咧，咱个斗三工，吼、哦，随缘咯，布施；，啊是讲人啊，这个看了非常这艰苦安尼咧，你甲帮忙伊，帮忙咧，过来意外咧，法施，这个人都找无路啊，啊是这个人咧真艰苦，伊无法度生存，教导伊生存方法，这个人咧，感觉都真痛苦咧，袂得。我都活了，咱咯教导伊如何改变家己人生，改变家己看法，会当对光明的心境去行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法师，各位无畏师，那诸者功德会，诸者才菩萨呐。好、哦，真侪呢，啊，哪辛苦破病臭脚都无来病，足侪人发心的去跟病，去病涂骹啦，洗身躯啦，来得病脚呢。是无畏师，好，无惊啥，无惊到草，无惊到一山，啊，一个到精力，到下面，啊，是人摆进去骨那底的，你去救起来，意识，哈、哦，这里用书，这人是无畏师，所以咱是布施的，有真济种三种的布施，好、哦，这就世界缘觉度救贤啦，咱所有嘅布施啊，拢特别得度咱的救贤七祖。好啦，空界当中第六极乐国啊，当咱伫世间呐，会当布施，会当施舍的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而且呢，咱会当互祖先呢，啊，心安，咱尽着大孝，尽着大孝孝的是啊，咱死了后咧，咱离开世间以后咧，或者咱要离开世间，灵魂世界，咱的祖先呐，啊，已经到这里，好多。正到这个菩提，因就会当对西方叫做世界的去。所以有当时啊呢，咱伫世间呐，要活的时间呐，若有时间尽量甲世大人，吼、哦、讲一寡法，讲一寡道，吼、哦、会当心安。心安以后咧，有一天世大人先走，走了以后咧，伊会对西方叫做世界，也是对佛净土、天国嘛好，会当得去。安尼咱就是大孝咯，这就正正正啊。所以正确精进是第七啦，空界因缘是好多，色界缘觉道救贤啦，哈，空界东顶极乐国。
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唔是家己去，咱来含只家己孙啊同齐去，哈！以外呢，含祖先也同齐去。所以咱即摆修着修行正果，甲做一家己孙啊，我啊，我安那修以后，都我都西方极乐世界，咱都要稍等。好，咱安那修咧，祖先就会当对西方极乐世界升起，大家稍等。无论上下，拢会对一样对西方极乐世界咧，即、這个净土。爱对天国去啊！这是咱的正确的责任，正确的精进。那么一个事业嘛，同款，咱的精进，哈，尽责任，咱的事业才有法度永永远远徛落。再过来第八，正定第八空界因，哈，就欠一个八嘿，哈，正定第八空界因。慈悲喜舍六道行，哈！色界勤修七正法，空界正定真涅槃呐。正定第八空界因，咱若要这个叫做，这条真正真正得到这个禅定啊，哈！得到禅定时啊，哈！咱啊必须要依照以上嘞七条这个妙法。啊！依照正确这个七条的这个七正道，咱八正道特别是八正道嘛。啊，第七的，哈、哦，正正正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哈、哦，七条的正道，咱爱照就去做。咱第八条才我都安定。咱若若是基以上呢，七条哪一项有缺掉，咱心绝对未安，未安呢，都我都禅定咯。咱若若是经营事业，违背以上七项呢，会原则的时啊，你第八项呢，你事业无可能会安定，事业无可能会转呢，永远就发落。所以正定第八空界因啊，慈悲喜舍六道行啊，六道六道万行，六道啥意思呢？第一，持戒，哈，布施、忍辱。智慧、精进、甲禅定、禅定六道万行，咱的世间呐，要做到忍辱无简单，持戒无简单，安怎戒呢？持戒讲我做生意卖骗人，好，我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去做，哈，忍辱会当忍一忍，人甲你诽谤，哈，布施咧会当将你的智慧我尽心尽力甲做好，好人。消费者会当得到心安，消费者无烦恼。好，这布施，好，过来精进，哈，精进呢，认真呢，可以做，唔通做到半就落去。过来的智慧要有智慧，过来禅定，六道万行啊，阿弥陀佛成佛就是六道万行所修行的。好，那么佛陀呢，甲咱开始八正道。到最后是正定、禅定，有的人啊，将禅定了，好，我做生意，我接来在跟人坐禅，工课该做你无去做，等戆坐禅就解决，未解决，真侪人都是安尼，事业失败了，伊就想哦，我伫遐静坐静坐，看得到什么神通，不明白无，错去啊，好，哦，我神通啊，这一块人个病都倒来无，生意抽都倒来无，错去啊，迄无，好，咱必须要讲会当。依照八正道以上所讲八条正确的路去做，安尼啦，空界正定真涅槃，咱的事业永远都未失败咯，涅槃都是未失败，都安详安定的境界都是涅槃，好，空界正定真涅槃，咱的心，咱的事业，咱的心都会安，会安都会当安定，事业永远入去不败之地啊。这是如来大事业，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唔通讲，哎呦，我做这生意搞完几多啊？唔是安尼，爱甲看每一项事业拢是如来的事业，会使你兴旺几啊千年。比如啊，拄仔讲我的地主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做做媒啊，会用兴旺几啊千年啊，最起码发展传落啊。因为食媒啊几啊千年，那么爱食，唔是讲啊，即个人爱食尔，同款意思。所以。真涅槃啊！
大家爱发愿做事业。今日今日发愿信受持啊，今日发愿信受持，无太无害啦，无太无害至永恒。咱爱发这个愿，哈、哦，发这个愿，哈、哦，这里、个。相信今日佛陀甲咱所讲的八正道的妙法，哈、哦，八正道的妙，相信八正道的妙法，爱相信，爱接受，爱保持，而且呢，咱唔好半路啊海苔，半上路的，唔通讲干呐，做我半路上路的想好啊，我唱下就煞，事业小我错做了就要收起来，错过去啊，这人生呢，行了就无意思去啊，所以咱事业。若要成功，要永远不败者，咱爱依照佛祖甲咱开始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。第一正定，第二个哈，即叫做正思；第三正悟，第四正业；第五正明，第六正念；第七正真正；第八正定。即各位的事业，都是如来的大事业，都是永永远远地伫世间兴旺不败啊！希望各位欢喜、相信来修持，依照佛所开示的妙法，努力去行去做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